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红点的产品。我们知道中国人喜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很多旅馆没有热水，我们不能喝上一杯热茶。我们看这个产品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它的体积很小，但是我给大家展开来看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我们插上电，然后就可以烧水了。再看一看，我们喝茶不是要有杯子吗？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杯子，大家看一看。所以两分钟以后，你就可以喝上一杯热茶了。啊，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把手啊，供你来这个使用。我们来看看，把它还原一下。就这个产品，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